我就等你说这句话。哎，妹妹，你听说过吗？人家说啊，说那个怀孕的时候，这女人要是变漂亮了呢，就说明是怀了女孩。要变丑了，就是男孩。我觉得你肯定是女孩，因为我觉得你怀完孕以后变更漂亮了。我倒是也听说了，而且啊，我跟你说，他们还说什么孙儿辣女，爱吃酸的呢就生儿子，爱吃辣的呢就生女儿。我就挺奇怪的，我酸的辣的我都爱吃，那还是知道生男生女啊？而且，那个李逵跟我公公现在可管着我了，不是什么都让我吃的，说孕妇要吃的清淡点啊，哎，要多喝汤，多吃蔬菜，多吃水果。现在啊，他们说为了防辐射，电脑都不让我玩了，手机也不让我用了。你现在就是一大熊猫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得重点保护。哎，桃子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李逵现在真是对我非常非常的上
十月怀胎完了以后，等这个孩子一生下来，一落地挂一叫，再大点叫爸爸妈妈，你想，我美是吧？哎，你那事儿怎么着了？哪天我也没闲着。你说有点紧啊，这事。嗨，不聊这个。